没有人看好我们，但我们也是一路走到了现在。雷莫正再次进场，廖晨要反打吗？哇，来不及拍大雪，直接被秒掉了。SD 这边仍然零伤亡，要直接拿下第一场了。那些嘲笑我们的言论，没关系，等着看，我们没有再怕你。五个人硬扛，那这主堡应该是守不住了。季后赛是大的新手的时候，等着被我们屌虐吧！准备好起飞了吗？Let's lay you.